仓颉好像不能玩，仓颉能玩天狼吗？仓颉不是签约官方了，还是 APP 了？仓颉应该签约官方了。多谢夏天送的佛跳菜。在等人，在等人，等个人就开了。还要等人吗？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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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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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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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WE。先至位发言，我也不炸身份了，是张好人牌，三七十三张在井下的验呗，对吧？井会留，但凡是留三七十的我就信，不验井下的就是悍跳，好吧，过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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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发言就这么想听十一发言。我是张预言家，昨天晚上六号是我的查伤，算了，不是预言家，不是跟你说六八里面一定至少一张狼牌，如果两个都是好人，我就粪坑蝶泳。我这么信这六八里面俩好人，不是干嘛呢？上了个井，这边有什么三七十，只要预言家在三七十里面说验，我就信。这个八十一金水啪就没了，什么？这酒不可能是约是狼的，这酒跟我们玩，他天天就买好人，酒就是一个外置位升宝的一张好人牌，我都不信他敢玩狼。我反正是个好人，后置位就十二一二四五五张牌，十二你给一发金水啊，你们俩好基友一生一起走嘛，你就给他发金水，然后一反水把这个十二给拍出去，多好。我是个好人，好吧，我是个好人。哎，你们怎么就蜀大王粪坑蝶泳的事？哦，爆料，哎，不能。你们怎么知道蜀大王粪坑蝶泳？哎，不他就吧，一金水，井会流，三七顺验，对吧？是不是变成预言家了？因为六说，只要验三七的他就信，那十一说，
要给一发个金水，那就给一发个金水呗。那我是个预言家，你是我金水，三七顺验，好吧？六八九十一啊，十一总归是个狼了。十一是这么说的，六八里面一定有个狼，六八里面没狼的话，他就愤恨点勇。他总归是个狼，知道六八里面有他一个狼同伴，他才敢这么说了，不然他不是愤恨点勇了。我是个预言家，一是我金水，金龟流，三七。好吧，十一号玩家被逮住了，现在一十二要绑票，一号玩家没有如你所愿，没有反水，这个金水我要切。我觉得这个十号玩家那句六八里面一定出了个狼人，因为你十一号告诉我们，六八里面一定有狼，没有狼你就粪坑爹哟。我觉得你只有是个狼的时候，已知六八里面出了个狼人，所以你敢这么说。大家难得一见的一十二竟然站在了同一阵营，毫不怀疑。我一号玩家强势接了这个十二玩家的这个井水，这个八号玩家等一下会说：“哎呦，哎，我是真的预言家，但是我他妈不小心点错了，然后就划过去了，对吗？”这个八。三号马号金水，二号预言家，二号退水吃枪吃毒吃扛腿，好吧？就早盘，这一号是李，这李这一号是李锦吗？这发型变帅了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像，对吧？就先不乱聊，好吧？因为一张预言家牌，好好先聊一下。三号我的金水牌，对吧？一号在我上置位，十二号发了一张金水牌，没有炸我二号牌身份，对吧？先放一下。那三号牌一张金水牌四五六里面要开狼，好吧？且应该有一匹悍跳的狼要给我悍跳，好吧？我先验一张这张中间这张牌，好吧？验张这张五号牌，好吧？井上留这张五，井下留这张七，好吧？右边的牌，过会儿我希望还有井下还有一张这张十号牌，好吧？就希望你但凡是好人牌，能够把票投给我二号，让我二号打出警。哇哦，老子送的你一辆车，鸟不鸟我的？哇，我感觉这辆车白费了，你这个狗！我哈哈，四底牌是个预言家，五是我金水。本来上一把买了个预言家，让人打得稀巴烂，所以这把想随一下，好吧？但我又随了一张预言家牌，五是我的金水。借用一号我偶像的话说，五，请他妈挥霍你的任性！好吗？他起身聊炸的一点是什么？认十二是个炸身份的吗？你是张什么牌？认十二是炸身份的？那除非十二是报错的一张查杀，好吗？警徽六怎么打呢？这张二你是张黄金起跳位的牌，这张三我不想怎么说呢？因为排着偶像了，所以就逻辑啥的也不想盘。那六号应该是 JY 吧？八号掘墓鱼，那十一是 KS。十二是李斯吧，好像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张蜀大王啊，就不想盘逻辑了，好吗？就二号，哎呦我操，俊的偶像太他妈激动了，我操！但你确实是个狗，老子送了你一辆车，你竟然不鸟我，真这他他妈妈打牛井回流逼！啊！那十二起跳报一金水，二起跳给三金水的。那我是预言家，五是金水啊。那六七，网杀逻辑，十二起跳是个狼，那一我得验啊，对吗？就六七中可能要开一张边角位，开一张狼六七听发言吧，不想就咋说，见着偶像逻辑有点不会盘，但我是个预言家，五是我金水，就见着偶像特别的激动，因为。谁都不服，我就服你李锦，好吗？就那二悍跳，那三这张牌，我就井下一定开狼啊。谁？啊，七十没上井哈。七十中我只验一退一吧。三号牌我要看票型，井上呢？井上
念十一吧，十一七十一顺验吧，好吗？四预言家五金水。不是，我是张猎人牌，嗯，但是这张不是十二给一发了张金水一，还把金水给干了，你为什么不聊这张一号牌？我信你四号像张预言家牌，这二号不知道在聊什么鬼。十二号发言也一般，我信四是张预言家牌，我这边一张猎人牌。嗯，然后你说谁是什么？是主播吗？我不知道。就一号牌，一号牌谁啊？你说 JY？ 我不知道，我觉得四号是张预言家牌态度比较好吧。十二号聊的。你给我点驾驶卡干嘛呀？我不知道盘什么呀，我觉得你们聊的都不好。就这个十二号牌给一号牌发了张金水，井下的牌呢？就你们两张预言家牌都不对话井下的牌的吗？嗯，然后到底到底是谁是那个叫什么主播牌？到底好奇怪，我这边不知道盘什么，你给我点上驾驶卡，我也只能尬聊。我这边是张枪牌，嗯，刚刚那个说什么粪坑蝶泳的那张牌好像不是什么好人牌。然后刚刚有一个，就八号和七号是吧？好像是八号七号，好像就是有一个发完言，另外一个就开始打前面那个，这两个张牌可以点验一推一吧。我觉得四号牌发言是最好的一张，嗯。但是到底谁是冤家，我觉得你们发言都不怎么样啊。而且为什么四号牌不去验这张一号牌，一号牌这么强势站边这张十二号牌？对对对对，我没听懂这个逻辑。反正但是反正再看吧，你们井下的牌看看票型吧。我是站这张四号牌的边的，我觉得他是张冤家，而且在这么末置位起跳，你告诉我他狼队友都死到哪里去了。 MyNAP 送的佛跳菜，其他没什么好。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感谢奥利维亚送的幺二幺三，没怎么听到，不是幺二幺三送的龙虾，出去有点事儿，说错了。嗯，好像五号跳了一杆枪，对吗？站边这个二，因为我三号是一个女巫，好吗？我觉得二号如果是一个狼，对吗？可以直接给后置位隔着我去给井上的发查杀，就拍中预言家的几率很大，对吗？没有必要去给井下一张牌去发一个金水牌，而且枪的上下之位开狼几率很大，所以这张四号牌我觉得应该是一张狼人牌啊。没怎么仔细听发言，然后这边有点事儿，好吧。不行啊，我二号小心脏已经没办法盘了，好吧。就我听六号一发言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个 JY， 然后我去看他直播，因为我订阅的有，好吧，熊猫。然后一看，哇 ，JY， 我说话感觉就逻辑都盘不了了，好吧。平复一下，好吧。二号一张预言家牌，好吧。三号我的金水牌，且拍了女巫身份，对吧？五号拍枪，好吧。五号拍枪，我先盘一下左边，对吧？就十二号刚才那个发言，为什么我没去盘，对吧？因为有点紧张，好吧。就明显是炸身份的一张牌，对吧？一号没有起跳，在我上置位，先放一下，好吧。
就一号牌这张牌先放一下，然后三号牌一张女巫牌，对吧？四号一个悍跳狼，五号一个枪，对吧？那六号这张牌，对吧？就早聊好吧 ，JY 早聊好吧。就是四号牌在我这是一匹狼，他给五号牌一张金水牌，对吧？没有发查杀，就六号这张牌可以暂时先放一下，对吧？就仅下三张牌，这个女巫票投给我，我这票是干净的，对吧？七十，对吧？我仅下留了七号这张牌，七号牌没有把票算给我二号，对吧？今天第一警徽流打你这张七号牌，好吧？就也没有拿到警徽，好吧？就希望这个守卫能守我，好吧？就今天出这个四号牌，好吧？就四号牌没有验人功能，他倒牌必定警徽不会飞你枪牌或者飞你女巫牌，好吧？我就敢这么打赌，好不好？就这个一号，哇，你这个发型不错呀，对吧？哇、哦，就我今天的发言不是正常水平，好吧？就平时碰的都是小主播，对吧？今天碰的全是你们这些大腕儿，好吧？就我心中的偶像。我操，狼人杀还有大腕儿，小主播。我只能先盘那么多，好吧？就第一警徽流打这个七，第二警徽流如果我不倒牌，好吧？就没拿到警徽，只能报一天验人，好吧？就七十里面我选摸，好吧？就如果我不倒牌，我选摸，好吧？就七十两张井下的牌，我不相信井下不开狼，好吧？就七十里面我摸一张，好吧？就我没有警徽流，我明确去验哪张牌，我倒牌也没办法，好吧？就今天出这个四号，就希望你枪牌能够啊。不是，我的十二号玩家是个什么东西啊？哎，我的十二号玩家是一个什么？十二号玩家给一号玩家发一个金水，就在你们的世界里，十二跟一都消失了，不见了，从来没有人提过十二跟一啊，这是什么啊？二说，哎，八说。我是个冤家警徽流，我到十二发言说一金水，不啦不啦说一，到二说，哎，我操，这个十二是干什么？哎，我警徽流不啦不啦，没有我一的，没有我一的，后置位警上就一四一二四五，十二给一发个金水，他们不要一，不见了，啊，到四发言说，哇，骂老子！老子给他送辆跑车，他他妈的！哇，你他妈是狗啊！老子给你跑车送给你了，老子忘了谢了，现在跑车送给你，你他妈说我没有送，啊，我就生气。我不管，十二号玩家没有退谁，在我心目当中的真元家就是十二号玩家，你们两个都不是。我觉得十二号玩家跳的太好了，而二号玩家跳的太差了，你十二号玩家在补位，好吗？十二玩家就是个冤家，我不管，我要抱紧这条大腿，跟着十二玩家走。你们一个个真的牛逼啊！啊，一个冤家验了个女巫，一个冤家验了个猎人，欺负十二玩家验了个平民是吗？欺负老子跳，算了，老子不跳，老子不跳。哇，生气生气，这他妈的哎，哎呦，这二四真的好命啊！一个验个女巫，一个验个什么？猎人，好鸡巴生气！老子真想说自己是个守卫。哇，现在验人都他妈的凭身份的，冤家都不是对打，金水对打是吗？哇，十二玩家，你说干谁？我就干谁？这两个金水大概率干不动了，干了那两个冤家吧，好吗？你干哪一个，我就陪着你干哪一个。我还是这么认为的。六跟八出一匹狼，十一是匹狼，二四都是狼。哇，这要不行给我点中大，他妈的要升级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还有时间。发在这个群里面。哎，我操，快没有时间了，我在这里。二号玩家悍跳失败是个狼，四号玩家补跳是个狼。十一号玩家是个狼，十一号玩家说六八有一个狼，所以六八也出。李锦是个狼。你不是个预言家呀？那就二四顺出吧，二四顺出。
我觉得三是个女巫吧，五也是个猎人吧。但你们一个，你们分别吃了2个狼的精髓，1号是我的精髓，那我锦辉流是3跟7，三是个女巫，七投给四，七得是个狼吧？十也投给四，十也是个狼吧？那2、4、7、10嘛，井上2个狼罗汉跳，底下2个狼冲票，哎，没关系，你们，哎，这个四你今天先把二出了行不行？我是个冤家，我晚上再验一个，明天你不死你再出去嘛，好不好？其他感六谢这八个奥九利维亚十送的六八九十一，发枪，哎，不对啊，这狼多谢怎么多谢，多了2个出来？2一个狼，4一个狼。7一个狼，感谢十奥利一维个亚狼，1213送的发十枪，一一个狼，十一说六八里面有一个狼，所以这把有6个狼，啊，没关系，我是一个预言家，我只要知道一是个好人就行了呀。那今天1、12两张牌，就反正是2个好人嘛，那就随便投投呗。我听猎人的吧，我听猎人的吧，因为这个3号女巫她没露脸，我看不见，那就听五号猎人的吧。我跟你猎人对个话，我是个预言家，一是我金水，20个狼，四也是个狼。你说出二就投二，你说出四我就投四，好不好？但是你得相信我是个预言家，因为我相信你是个猎人，所以我就是个预言家。你听一的发言像不像个好人嘛？一是个好人，足以证明我是个预言家，对不对？场上可能有6个狼，因为主播多嘛，所以他后台会把板子换掉的，因为不然4个狼这么多主播玩不起来，所以我们是6好人6狼的板子，跟你们先说一下吧，好吧？那68出1个吧，我晚上68里面验一个，验到一个好人，另一个跟11顺出嘛，24再出局，今天初二女巫可以把四夺了，初四把二夺了，差不多就这样吧。那七十表表水呗，你们票都投错了，怎么说？对不对？多谢多谢。11号发言。觉得有些时候啊，人真的是看命，真的是看命。命好的呢，就比如说这个四，把人家给猎人发个情绪；命更好的呢，这个二给三女感巫谢发个奥利情绪。维亚1213送最发不枪。好的是谁呢？最不好的是12，别人至少能给一张平民牌，这不是再不行给自己狼队友发一个情绪。这个12选择了给一条狗发个情绪，不是你这12命怎么就那么差呢？我反正不知道什么谁哪两个在罗汉跳呢，我搞不清楚。我反正等会儿我就跟着六走，我觉得外这位狼坑已经排不到这个六头上了。六是个好人，到时候六跟我出一票出谁，我就出谁，这个游戏多简单呢、啊，是不是？因为十二，你是个预言家嘛？你看你的金水什么样？真的，你看看，你再看人家三五，拿个毒药，拿个枪子儿就崩在你们脸上。这个一在那边干嘛？不知道在说什么，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反正我不沾边这个十二了。我不沾边，我也不沾边这个四，我也不沾边二，我沾边6号玩家。我觉得6号玩家，因为罗汉跳的原因，井下至少70里面可能得出一张吧。这个十二就不留，还能去打到68那个位置去。你没警徽，你还能说你要打警徽就可以，你不打我都能接受。不是能打，能打到68那个位置，70你就确定了两狼，还是里面有一个好人，总归验一张的咯。你今天不想出局？那你总归要聊一聊啊，你怎么能练到那个位置呢？这发言不太像啊。我是狗啊，我不是狗，我怎么是狗呢？我又没吃金水，我又不是1号玩家，我是个好人呀。井上随便聊聊就变成一张狼牌了，不是说好别人这么说都是铁保的一张金，贴脸金水牌吗？我怎么就变成一张狼牌了？哇，真的。那这样的话，十二如果是个狼，那说不定井下还真的就没狼，三七十说不定都是好人。说不定的，我觉得说不定的，好吧，我反正听6号玩家归票，今天六说出谁就出谁，我觉得排不到六。偷偷偷偷，我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东西，我完全听不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12号牌说什么啊？你让我给一号发金水，我就发金水，它是一张预言家牌啊。2号是张预言家牌，2号说警徽流第一轮警徽流留到5号这张牌，四五两张牌，后面还没发言的，
你后面可不可能起跳啊？他留着五号牌，我能扔二号是张预言家，我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东西。而且最后才起跳，那我觉得井下有狼啊，我十号是张好人牌，那我觉得你七号是张狼牌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十号是张好人牌，我觉得四号大概是张预言家牌吧，二号那个警徽流能打到五号这张牌上，我完全搞不懂，对吧？他四五后面两个人没发言的，他警徽流留到五号什么意思啊？对吧？五号起身悍跳呢？嗯。我觉得在我眼里，这个二号跟十二号都不是预言家，我站四号。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二号起来聊了以后，你这个十二号最后也是在刚在井上的吧？对吧？他没推水吧？那你眼里没有这张十二号吗？还有这十二号，如果你要是个预言家，你跟我说你去听猎人的，你就看人长得好看，你就去听猎人，你是一个预言家哎？你跟我聊什么呢？然后我觉得这十二号就是发言状态跟这个他拿预言家的时候感觉不太像吧。这二号警徽流流的也很奇怪，哎你走开。然后这个我觉得十一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踩一号踩十一，你说这十一认为六八里面有一狼，他十一就是十一就是狼，那你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你是不是也是狼啊？对吧？那一十一里面总归得开一狼吧。但我觉得十一在井上就是六和八发言完了以后，我也觉得六八发言不好的情况下，他就觉得六八里面有狼，那我觉得十一身份偏好呀，那为什么要去踩这个十一呢？但这个十一你这一轮起来你又跟我说你听六的，六起身的发言是什么？说反正他就发了一个进阶区的言，就是我觉得不像他六号会发出来的这个言，所以我觉得六号发言并不是很好。我想想还有啥，然后这个九好人说了一个什么什么鬼逻辑，不知道说这个猎人旁边不可能有狼，那我还跟你说呢，一般就是第一个，我也给你打个伪逻辑，就一般第一个发言的都是狼啊，是吧？反正我觉得这个四号比较像预言家，因为这二号起来根本就没有聊十二号，这十二号听猎人的，你是个预言家你听猎人的，二号跟十二号在我这儿都拿不起一张预言家的，好吧，我是反正我这把只期待两件事情，好吗？我想看十一号玩家愤恨蝶泳，因为我这把底牌是个好人，是个平民。六号玩家，只要你说你是个守卫，我们今天就直接把十一投了，先让他自己表演，哪怕他有一点点可能性是个好人，我也要看他表演。可能对你们狼不公平，尤其输赢，我觉得这局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就看十一号玩家才艺表演。说命苦啊，我才命苦。我觉得十二号给冰冰发了一个金水，二给女巫发了一个金水，四给枪发了一个金水，我觉得我井上给狼能发了一个金水。最苦的不是我吗？十一号玩家起身告诉我，他说他觉得六八里面一定错了狼，我底牌是个好人，把我已经标记了这个六。我觉得十一在这位置这么大胆能发出这样的言，这一定有他狼同伴，不然他直播开着呢，几百万观众，十一号可是大主播，在个人底下发言，他居然告诉我二四十来谁是预言家，他不知道哎。十一号如果底牌是个好人的情况下，国服第一好人，他不知道谁是预言家，他居然要去听六归票。你知道六一定是个好人吗？那你的发言告诉我六是个好人，我也是个好人。那我现在发言，我只要去听六番就行了。六只要告诉我他是个好人，我们今天就把十一先公投了，好吗？看十一表演，你二四十啊，你们随便玩，反正你们别把这个四投了就行，四还有个警徽，你让他警徽的留出来，好吧？不要分票，就去投这个十一。六号玩家，只要你说你是个好人，你归十一。我今自首的。那游戏没结束，我觉得十一刚才挂了我一票，看一眼啊，十一挂了我。五号，你干嘛让我先置位发言呢？我是一张守卫啊，你让我先置位发言。我觉得七十一都有可能，十一这轮，那他不是？那你十一不能你自刀了，你再认张守卫吧，对吧？那我觉得七和十，你五号让我这个位置发言，我只能，那我没办法归票啊。我觉得七十一里面找吧，我觉得九十两张牌都是好人，偏向出七吧。我觉得七上轮发言挺怪的，七的发言告诉我。应该像是
七的发言应该像是知道游戏不会结束。那八任狼，二四里面看一张狼，一自爆。那还有一张狼，那十二就是好人。那要么就是二四里边有个人，要么是这个二乱玩的，那没办法，那八是任狼走的，一是自爆走的，场上一定还有一狼，七十一里面投吧，好吗？我过了。好好翻，我上一轮就在十二，还就是说投十二或者投二那一局的时候，我已经在跟你们说过，说分析一下十二是个什么身份。他如果是一张狼牌，我们夜里，我们白天如果把二给投了，女巫是站二那一边的，他有可能读四，也有可能读十二的。他如果是一张狼牌的话呢，我觉得当时我就说他可能没太大必要，是一张神牌更不可能，是怕吃毒的，所以是有可能啊，是一张民乱玩的，当时是我的猜测。但是在八刚才那一轮发言的时候呢，我就明确的感觉到了，他是说投完他游戏不会结束，投完他游戏不会结束，那就二跟十二里面肯定得有一张是好人牌，我觉得像那个十二，因为二从头到尾都是用力在喊跳的，且一号玩家的发言也暴露了十二号是一个好人，一号玩家一直说十二一定是那个预言家给了我好人身份，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他一直都是去这样子发言的。但是我觉得刚才十二号玩家那一票投四是有点怪的，十二号当时发言的是说，那我们觉得二是一张狼，我们先把二投了。哎，反正这个从投票上来说有点像狼，但是发言和之前的行为，我觉得他像一个好人。十一号玩家跟七号玩家，跟八号玩家这么演吗？演了几轮？第一天十一号玩家就要粪坑叠勇。感谢 TT 不言语送的菜。第二天，真是心疼你们的鼠标。把八给归了，投六一票是没有意义的呀，因为只有六是一直在认守卫的，十一号玩家不可能说这个时候说出来认一个守卫，所以我觉得六像是守卫，十一可能只是怀疑。我更觉得，我第一天觉得那个九有可能有点问题，就是井上发言，因为在后面的发言啊，已经没有太多想说的了。该怎么站边呢或者什么的也都能演，但是井上的时候我觉得九号发言是没有什么中心思想，也有点怪。我不是一张狼牌，我把我想的跟你们说了，我听完十一发言，如果十一发言还行的话，我这一票啊可能会投在九身上，之后要不要来保我呢就你们去想。投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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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七不太像一张，因为他虽然说他要挂票给我，就是全场都认我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他还来踩我，那我觉得七应该拿七张狼牌。其实刚刚出八的时候，我也去听八号的发言，我觉得不想出他，虽然他认狼走啊，但是其实我那票我是想挂在六头上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十二，后来我就感觉十二八走的时候，游戏没有结束的话，这个十二可能是一个好人牌。那他为什么还会在井上有这个操作呢？他可能是一张守卫牌。十一，你不要再给我挑个守卫，你挑守卫，那我肯定就坚信六是守卫了。刚刚那把你为什么自首呢？如果是我刚刚那把，我肯定会去守这个女巫啊。自首。所以我觉得七像一张好人牌，那这个十我完全对他的发言没有任何的印象。这他妈还分不清谁是守卫，我操！也不能是张狼牌吧？那就是六十一里面开最后一张狼牌，十一你要是认守卫，我可能就认六了。但我觉得十二可能是那张守卫牌，所以我认不了六这个守卫啊。可能真的是他在我这信誉度太低了，他从第一把他最后一认这个。因为我感觉八号在跟他递话呀，八号给他递话说，六号你要么你就跳个身份，你就认个守卫啊，然后六号就真的就认守卫了，那八日狼走了呀。我觉得我想出六。别换一张守卫牌，因为是二号告诉我的，二号说你六号这个守卫牌去守谁谁谁，如果
二号总是个狼走的吧，对吧？我是这么想的，二号是个狼吧。二号说如果六号是他的狼同伴的话，他不打六的吗？对吧？还要争取真的守卫那一票吧。我搞不清像这样七九，因为我在想你七号如果是张好人牌，是不是四狼上警啊？那四狼上警的话，就等于是说二号最后一个在那个地方起跳，前面有三匹狼是吗？十一号自刀不上警吗？自刀不悍跳的，然后前面九号牌也不跳，九号牌是黄金悍跳位啊，我在这个井下的牌他为什么不跳？哎呀，不是今天一定不可能出这个六的呀，干嘛非得我随便这个十二跑到直播间场外，他场外就算是个真守卫我也不可能信他的呀，怎么可能在这个轮次说不去外追找剩下的一张狼牌，把一张疑似守卫牌打在白天？十二是个守卫，我拿头去能抿得出十二有可能是一张赌出去的我乱玩的守卫牌，那个十二是个守卫，六是个狼，这边从第一天开始创造这个守卫，我创造现在我让他赢呀，不是那有什么好想的？所以九号玩家我觉得你没必要去考虑说今天把这个六出了，游戏输赢都无所谓，但是我觉得我得讲道理，他得讲道理，我挂六随便挂挂的呀，挂着他玩玩的，因为八一定出去，八一张警徽流的查杀还能不出在白天呢，对不对？没道理的，他发言把这个喊吧哭停了也没有用呀，没有用的。今天我想出这个七啊，我觉得七如果自己底牌是个好人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想打十吧，不会只打九一个位置，是个好人总归发现游戏没结束，能盘得出来十二可能是一张搞事的好人，二是个狼，一是个狼，八是个狼，剩下一张狼牌你自己井下一张牌，三是个女巫，剩下一张井下的是十，你聊都不带聊的，对吗？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七，好吧，我想在这个位置去出这个七。之前那第一天弃票，七就弃票，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第一天总共二十二里面出了你出哪一张，我觉得都能说得过去，唯独弃票是没有办法从头到尾没有办法想通的一件事情。而且如果六十个狼就像真的信这个场外什么六十个狼，那六又是个铁血刀勾的，第一天是四六十十一挂票挂了这个二，对吗？我们现在都认为二十个狼，十二呢是一个搞事的好人，那六也玩得蛮好的呀，对不对？那也从头到尾各种各样的角度都可以，是不是？所以我今天我一定不会去出这个六，好吧，我出这个七，因为如果场上真的只剩五一杆枪，真的只剩他一张神牌，那我就让狼赢了，就这么简单。外置位还有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守卫任预言家这么玩的，然后其实李斯不去跟 KS 说 KS 是能出到我的，但是李斯去跟 KS 说了 KS 于情于理都不能出我，一旦出了我十一号身份就说不清楚了，七号身份的人我不知道你十一为什么要打这张七，所以七号应该是李斯不应该去跟 KS 说他是守卫，给我的感觉好像想保张六号牌，我觉得六号牌很有可能不是一张守卫，一旦 KS 他有可能那天晚上就是一张把我出了那对这样正常的人是盘不出来的，因为在我看所以这位真的没有像狼的牌，所以就没办法，除了十号牌发言相对来说较弱，所以 KS 知道我是狼他也不能出，一号一个定狼，八号一个定狼，然后二四十二里面，因为 KS 一定是知道我是狼，唯一他上一轮已经单票了，是这张，但是这一局的发言一定不能出我。你十一号跟我说他出了我就说不清楚了，这个事儿一定说不清楚。他跟你私信说什么自己是一张守卫牌是吧？好烦，我真的觉得七号不像一张狼牌，七号的发言不是一张狼牌，这是最基本的。你想，然后九号如果他出了我。也 OK， 然后十号就狼人要输了，这两面相对来说偏难，这不就炸了？不是这不就是因为李斯场外通身份吗？右狼狼的话，那十一号说自刀不上警，发言还李斯也是开玩笑，他也没认真，抢出李斯也是去调侃小阿 K 的。我觉得十一号不像是张狼牌，且十一号就有一种你聊什么粪坑电影这种东西，张狼牌未免也太做作，这出门要吃举报的呀。那十一号牌放，七号牌放，九号牌放，十号牌六号牌 PK， 那本来六号牌就比较会玩嘛。嗯，好，我想出这张六怎么办？九号想出这张六怎么办？我的天，很烦，就
我觉得十号牌，十号牌你们是怎么认出来的？就怎么认下这张十号牌的？这轮六十 PK 吧，我不敢背锅，我就觉得六号牌有可能不是一张守卫牌的。就第一是十二号这张牌，就现在问题的点是在这张十二号牌，因为前面前置位的话，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就不二十二里面四号是张真元加二十二里面那张狼牌，一定是这张二号牌，绝对不是这张十二号牌。那你告诉我，十二牌有拿不起守卫的可能？就它是一张非常乱嗨的牌，那我觉得六号牌可能不是一张守卫牌啊。但六号牌刚刚挂开了这张八号牌，是他要出这张八号牌。但有一点很奇怪，因为八号牌在我这里聊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半天脸不停的去，怎么办？很烦。我觉得六十 PK 吧，但我个人觉得是六号牌。我觉得刚刚六号牌，我让他先注意发言，他发言也。K S 应该不会投我，我就不投票了，看他们能够站得对站不对吧。这盘一二五八四张狼人牌，李斯十张守卫，李斯十张守卫，第一局看出来了，因为所有人都调完身份了，李斯这位应该是个守卫，白天出他女巫也会读二，所以还不如白天出了二让女巫去读这张十二，只不过有一天那天刀刀的三，李斯把他守住了，否则警那个狼刀在先的，其实这么着玩也可以玩的。我就不投票，因为最后一轮投票 KS 一定会投我的，但是他知道这个场外信息他没法投，我索性我也不投票，我就弃票了。然后如果五号和九号都能找出我是狼，那就是好人赢啊，好人赢就赢了，也没什么。哎，李斯他也是去 KS 那个直播间里面开个玩笑的，也不会说真的是怎么样，他也是去开玩笑的。最后也是应该我输，因为除了抛开 KS 其他人也得找到我是狼了，等于说还是狼人会输的，没关系，我走了，观众朋友们，我走了，我不玩了，我去休息了。我走了。哎，无所谓，没有，李斯他也就是去 KS 直播间开个玩笑嘛，也没当真，还一盘游戏而已，输赢无所谓的，也无所谓的。你想，我最后一轮投票，我投十，也是我和十 PK， 我变一变呢， KS 他票还是不会挂我，因为 KS 在这一局他有了场外，他一定会不能投我，他如果通过他投我赢了，他绝对不可能这么做，所以 KS 一定不会投我了，我上了 PK 台聊也没意义，所以我索性不投了，如果真的能把我认下来就认下来，认不下来我就输了就输了，也没关系的，对不对？走了，拜拜，休息了，你看他们玩吧，好吧，你看你们去看他们玩，他们应该还会玩吧。走了，哎，不是 KS 告诉别人他是发言阶段， KS 发言的时候他是觉得不相信，KS 他是不相信李斯说的话，所以他这么说的。但是 KS 万万没想到，李斯还真的是个守卫，因为在第二圈 Dream 鱼的发言 ，Dream 鱼一旦出局了，说明李斯一定是好人，因为李锦是自爆的，两个预言家里面有一个狼 ，Dream 鱼是个狼。如果李斯是好人，游戏就结束了，李斯是狼人，游戏结束了。那 KS 这个点他能想到李斯是好人，那他就一定是守卫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逻辑？行，走了，我跟你解释清楚，这盘就是娱乐，谁也不怪谁，也不怪谁，我还把我们三个狼同伴都卖了呢，对吧？也够没素质的，对不对？走了，拜拜，明天再玩，拜拜。我操！感谢北影掌门送的龙虾，我操！
你看人家李斯素质还是高，这他妈过来还给我送个龙虾，这小 RK 赢了连个礼物都不送，这盘就是娱乐的，没关系的，开个玩笑，走了，拜拜。